你想要什么？哼，我只想要两样东西：一，你头上的官帽；二，那件东西。 主户部，即刻调粮90万担，至沧州赈灾。我胡娇喜欢的不是当朝榜眼许清家，不是上庸县城许清家，更不是现在的襄州通判许清家。我喜欢的是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但硬要扛起百姓的书呆子许清家。你明明做的是最正确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道歉啊？